法师在滚动是一款将骰子结合 roguelike 玩法的冒险游戏。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位巫师，用着手中的骰子以及临时学到的神奇咒语勇闯天涯。每局开始前，玩家将能够选择两个招式，每种的启动条件都不相同，有的只需要一顶法帽，有的则需要两颗拳头，越强的招式条件就越多。战斗中，玩家将能够掷出对应的骰子来启动，若对结果不满意，还能够选择整组重骰或是重骰一颗。每击败一位敌人，还可以获得全新的技能，让输出更为稳定。到底是复杂又强大的咒语实用，还是朴实无华的招式有效？这还真的是考验我们的运气啊！